原标题：双峰，久经风雨的秀珍山村，由西县双峰村，因地处双脊山，岛海沿山脚下一处洼地而得名。村部所在地海拨300米，就属石头，隶属由西县梅仙镇管辖，离乡镇17公里，距县城34公里，东与梅仙镇玉石相毗邻，南与焦坑村仅一山之隔，西与东头连山连水，北部与龙云村接壤，是个风景优美的村落。村子中央一条小溪清澈见底，缓缓流淌，两岸房屋依山而建，形成一道美丽村景，宁静而悠长。全村土地面积13161亩，其中林地面积9256亩，耕地面积1182亩，有无际田、北山、天鱼、大炉、后林、南板阳自然村，12个村民小组，295户，人口约1159人。双峰村曾有吴、汤、曾、张、陈、黄、曹、刘、郑、冯、詹、彭等姓氏，人家久居于此，繁衍生息。据东头吴氏谱册记载，明朝天启三年（公元1623年）。梅仙镇东头村始祖吴存祖其儿子吴乱一、吴乱二迁居东头，经世清善基儒少镇世子浩勇朝洪郑秀玉等辈分，后第11代吴永济、吴永延先后迁至双峰牛犁田。吴永济最早来牛犁田时，共生4子，大儿子吴朝祥，老二吴朝堂，老三吴朝营，老四吴朝浪。吴永济遵循父辈，重视教育。牛犁田顾名思义，因以双脊而集群峦灵气，遇牛山而吞众川风云，形似弥勒坐禅而得名，素有书林之称。吴永济率兄侄等人于清朝同治9年（1870年）拓展基业，历经多载。此前，吴永济、吴永延、其父吴文玉共生5子，最小一个刚出生不久便夭折。吴文玉自幼稚缺，家中全靠其妻于氏操持，于氏为人本分，且重视子女教育，孩子也谨记母亲教诲，4个孩子都很勤快，日子也过得宽松惬意。吴文玉因此事请来风水先生，先生为其在东头低洼处城里于朝天状选择一处居所，建议大兴土木，面积160多平方，取名坑元寨。寨子落成后分前后门，规模重大，气势如虹，可别人心生嫉妒。一些好事者便生事称其房屋破坏别族人风水，久之便一纸诉状告上县衙，恳请县令为其主持公道。由于县令收到诉状后，数月后特意前往东头勘察，发现确有此事，便责令吴文玉将坑元寨拆除，并革去其子吴永延秀才职位。数年后，复职后的吴永延为了延续后人，吴永延经风水先生指点，迁居双峰，选址于犁田，期间暂住四弟吴永济家中，并在吴永济房屋下方建造另一番宏伟祖业。从此家族安居乐业过其一生。说来也巧，此后吴永延3代连中6位秀才，其后裔有的考取贡生、选魁、武魁等，而那些上百年的古宅土寨几经移毁，早已经破败不堪，有的仅残留部分墙根、石基印记。据村里老人回忆说，国民政府期间，那些看似规模庞大的古宅曾被土匪洗劫过，也有解放军剿匪部队驻扎过，部分因年久失修，随着历史的变迁自然消失，唯有仅存的地基与小块土墙、石板路仍然矗立在村子周边，成为了双峰人一代又一代人的回忆，不时地浮现在人们梦里。历经坎坷的双峰人祖辈勤俭、忠厚老实、崇文重教，自古人才辈出，祖辈都在为生存生计抗争。如今在新中国新形势下，
一些人从事不同的岗位，默默奉献着，为家乡人民树立了标杆。近年来，双峰村在上级政府的领导下，干群一条心，对村内出行问题上进行了全面改造，彻底放遍了村容村貌。2003年，村里修水泥路 3.1 公里，后再修 4.6 公里。2017年把公路拼宽为6米，改变了原来坑坑洼洼的景象。2013年，村里又在大路周边安装了路灯，方便了群众夜间出行。2015年，经年久失修的村部，经过村两委研究决定，花了近25万元进行改造、修缮。又年，新建老人活动中心，安装了电视机，让村里老人多了个休闲场所。前两年，村里乡贤意识提高，共同出资出力，为建设自己的家乡添砖加瓦。村里把这些款项投放于加宽加长村道、路面、公益等事业，受到了家乡人民的点赞支持。来源：游戏乐图网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